了，怎么的？你应该帮我送过去吗？你这个人味还你爸？你看过去啊？你看过？你那个人味还你爸？你看过？大哥，别碰了，把我送了啊！那碰了他就碰了他。你说咱老话的气度怎么样？还能灵活吗？咱俩，我就是中间不碰糖，还碰着他，碰着不舒服，吃不了了。中国的美食，对吧？